城市道路上的按部就班，框定了流转距离，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，换种方式去认识未知的空间。每次惊喜启动，每一次天灵换挡，让资讯流入。听众朋友。新闻聚焦台海热点，各位听友中午好，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，我是曲飞。你看过有点一些恩情，今天为您介绍美国空军装备的战水杯等建议自带，也不要邀约朋友来酒店聚会聚餐，营造平安交通环境。防疫卡九八七，那一起逃课，一起熬夜，一起抽烟，一起游泳，一起许愿，难过时一起。